好，那我们先请新风暴派代表来选两名加入到你们班级当中。对，在现场选两名饭团加入到你们的班级当中。来，愿意参加新风暴班级的活动的请举手。这个我能报号吗？大家都有号吧？我们的号不一定准啊。我们就在现场挑人，因为我们的号码可能会有一些。 OK， 那这样吧，大家现在每排有几号吧？ OK， 第三排十五。来，欢迎这位饭团。好，我们还要再选一位。怎么你喜欢的是人气团吗？那这样吧，我帮你给他们点面子好不好？我们等会儿换一下好不好？就这样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加入我们，你愿意加入新风暴吗？愿意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恭喜这位粉丝加入新风暴。我特别喜欢你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样子。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那好，那我们请新风暴的粉丝在哪里？我们现场想加入新风暴的可以手举高一点，让班长看到你们。那位站在走廊上跳得最开心的那位，小心哦，注意安全。好，欢迎这位粉丝代表。